多长时间了？这个开多了？差不多一个星期吧。才一个星期啊？不止吧？真的开始了吧？那这哪里只一个星期？这么严重？这个的话几个月，这个就差不多顶多也就一两星期。去晚上要下的，怎么还漂了几根？你自己给剪了？就自己剪的，之前还好一点，之前就指甲剪烂了之后就成这样了。哦。可能好一点是吧？对，剪完了剪成这样是吧？本来还没有这个息肉呢。嗯。嗯。爸爸呀，这里面断了一块。啊？给你搞断了。给你剪了吧。嗯。这二手货不好搞。都发臭。哭不出来。这断了，还有个，这个断在里面了，不好弄。不然你再去剪是是吧？那看到吗？出来了。一个手机脚推疼的，它灵性的嘛。他太灵性了，最敏感的不少神经最敏感的这个手指上面。看到吗？人忍住就别叫人，不能这么讲一下。已经结束了。今天的视频是年前拍的，这样的库存有很多。这个脚呢属于二手货。什么叫二手货？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剪断的，或者是在修脚店里面修断的啊，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这里是在合肥修脚的安师傅，努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，加油拼搏前的陌生人。